大家好，我是白龙，欢迎来到我的游戏实况影片。今天有一个人陪我实况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白龙的女朋友白木。好，那我今天玩 Minecraft， 好，一样玩 Underground 2。在上一集结束之后，就我做了蛮多事情的，就是我收集了很多的小麦，然后也做了很多面包，然后顺便把那个小麦的那个叫什么，小麦底下都挖空，然后倒水，把它变成这样子。因为我发现如果中间不插火把的话，就是中间的小麦都不会长大，所以我就改成这样。然后另外我还把就是树木把它整理了一下，就是它就现在是种就是一个，然后中间插两个，然后这也是一个，中间插两个，就是把它排整齐一点这样子。所以我的树农场的成就应该也算达成。然后还有这里，仙人掌农场跟甘蔗农场的成就也算达成了。然后，就刚刚我回来的时候，发现一个非常悲惨的事情，就是某某不见了。然后他是真的不见，我已经找过了。然后我想一想，我才发现就是又是仙人掌害的，所以我真的应该要把这个围起来才对，我错了，真的。那现在默默也回不来了，那我只好再多放一只牛吧，对。然后为了确保那个新的牛的安全，我应该要把这个围起来。好，那我现在先做一点栅栏。看我树木已经到两组那么多了，栅栏要怎么做的？啊，对，我想想，中间要先放木条，木板。还是两边是放木板？看一下哦。有了，栅栏满了。栅栏怎么做？看一下。哦，这样子。好，了解。所以我要还要再分解多一点木棒。这样应该够多。六个，八个好了。然后。对，这个金矿啊，是我上次就是，在实况结束之后，我就是整理了那个小麦田的时候，往下挖就挖到金矿，所以我找到黄金的那个成就应该也达成了。对，我要把它围起来。然后这里留一个栅栏门。没木头了。这样子。这样子围起来应该，这边要拆掉。这样应该就进不去了吧。等一下，这个做出来好了。好，这样子
该就真的进不去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这边没有。好，我的安全措施，这样应该就没有问题。好，那我接下来就是把另外一个牛蛋放出来。哦，对，就是我原本啊，就是做这个木板的时候，就是感应板、压力板的时候，我那时候某某还在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外面不要放，因为放的话，它进来就会被那个 Bobo 刺到。然后我后来就想到一个方法，就是在仙人掌上面放那个半钻，它就不会撞到。结果我完全没有想到，外面有一堆仙人掌，我不挡就挡家里的一小个，超智障啊！反正就里面外面都做，然后这里也做栅栏的话就没有问题。好，我要放牛出来了。我觉得还要再检查一下。好，3、2、1。某某，你回来了。某某，你是某某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就当做你起死回生好不好？好吧。哦，这一集我应该会就是出去探险，真正的出去探险，因为我的食物有9个面包，9个苹果，然后还有一些小麦，应该足够。好，那整理一下包包。像原木应该不用带这么多，这个也快带一下。金矿先把它烧成金块、金锭。我有一些铁锭，把它做成铁装好了。怎么做？不必要的东西就先把它放进去好了。这样应该差不多了。中介放进去，然后小麦把它全部做成面包。先这样子，火把，如果我觉得应该会在就是探索的时候发现一些煤炭吧，所以应该不用担心。然后我在玩的时候有发现右边这边都一直传出就是怪物的声音，所以我在猜这边应该有一个洞穴吧，所以我从这边开始挖好了。我捞一桶水好了，就是以防万一就是掉到岩浆子。先挖一些，然后把这个洞口堵住。我做一个门好了。
这样就不用担心猫猫会跑进来。好，开始我们的冒险之旅。擦一下火把。都没有动。哎，有僵尸声，有没有听到？应该就在这附近。僵尸，左边还是右边？继续往前跑。感觉越来越近的感觉。怎么都还没有挖到？有没有听到？哎，挖到了！果然没错，这里有个洞穴。喂。这样会回血吗？不会，这是一颗。好，这样子应该就会回血了吧？有了。终于要开始我们的洞窟探险了。哎，好可爱哦！等一下。我没看过这种小的僵尸耶！等一下，哎哦，我没有睡觉，没有睡床，所以记录点在这边。哎，为什么我刚刚……等等，我刚明明就没有被打到，为什么会一直扣血？哦，好险在不远的地方，不然的话我应该会疯掉吧。等一下，空手打，空手打，弓箭手。等一下，你走太快了吧。我先准备一下武器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你在干嘛？木棒。不行，我不能让僵尸进来。好，这样子。哎、欸，不行，我血量太少了。哎、欸，我没有留一个食物在家里。小麦。有两个不能做面包哎、欸，看一下，好好笑哦！这种僵尸我没看过哎、欸怎么办嘞？冲了吗？啊，反正没差，身上都没东西。哎、欸，是了。
骷髅弓箭手，你在哪？我的道具在这边，快快快，快捡快捡！哦哦哦！哼，真是。他要请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，先把这堵下好了。真是太惊险了！整理一下我的包包。四个金锭，我做一下那个好了，黄金鞋好了。先吃一颗苹果。我决定要把一些食物放在家里，不然的话，一死就完全没有食物可以吃。这样子可以做。然后这个黄金鞋，好，继续踏上我们的冒险。再吃一颗苹果，好，爆了。这里要做多一点记号，这样子我就知道这也是回去的路。哦，这个是有装备的僵尸吗？耶，皮革装，皮革裤子。看我身上，就是只差一件钻石胸甲，就全部的种类的装备都有。继续前进。铁矿，新人生，新探险家。这里有路，没有怪。这是作者做的限制吗？没关系。好高哦，我用插火把它放置好。我记得有一个成就是不是收集沙子，收集八组的样子。看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成就。收集成就，看一下。有收集沙子，有收集沙子，太好了。这里先插好，然后把它打下来。哦，上面还很多哎、欸，时间已经19分了。哎、欸，那边还有铁矿，把这里的铁矿挖完就结束这一集的实况好了。好，就两个。好，那我们
下一集再继续我们的洞窟探险。好，那今天就先这样咯，我是白龙。白龙吧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敬请期待下一集，先这样了，拜拜。